年的4月1日起之后的每一年都有这样一句话：一年又到哥哥时。3月25日，距离哥哥张国荣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还有1周的时间，继续张国荣歌影迷国际联盟举办音乐倾城张国荣纪念活动，红馆、电车、服装店以及唱片店这4样因素，把场地还原了当年的时代背景，而歌迷代表的回忆让听者也是深有感触。最难忘的一次是。最难忘是跟他第一次合照，在餐厅里面，他开的那个味蕾中心，我跟他合照完之后，一个晚上也睡不着，真的，没想过一直那么喜欢的偶像会有机会跟他合照，这很难得的。其实他的人比较真，不是。真诚，不是人家说的，什么，嚣张或是什么，都不是的，他，对我们也是很真诚的。在现场不仅能够通过影像再次感受到哥哥的从未离开，而且通过歌迷的慷慨捐赠，各个演唱会的周遭商品都能够带领参观者走进并感受张国荣的世界。还记得在跨越97演唱会上哥哥所穿的那双红色高跟鞋吗？活动当中这双珍贵的高跟鞋在众人面前再次现身。此外，除了珍贵的黑胶唱片、写真集、戏服等纪念品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还为哥哥亲手折了200多万只纸鹤，并有意点算之后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现场荣迷们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与哥哥合影留念。除了此次活动外，3月31日与4月1日，继续宠爱10年音乐会将在红磡体育馆举行，将纪念哥哥逝世10周年的活动推向高潮。